对。他为什么带着瓢盆啊？不是，其实是那个泡脚桶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泡脚桶。这个东西要用一个箱子吗？泡脚呀。这么小就开始养生了吗？我真的泡脚。好怎么弄？是三亚泡，来三亚泡脚。人家养生。你说这个养生，你说人家从2000年的就开始养生。是要在三亚吗？